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明镜电视的《中国研究院》节目啊。这个节目啊，最近变得比较紧凑，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需要紧凑的时间来讨论我们现在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话题，那就是韩大啊，这个来最好名是怎么一个处理，怎么排除？许家印啊，会不会这个需要啊把印给交出来？先请啊，郑志光先生。何明先生好，各位听众好。这次这个何老板给出这个题叫“恒大还可以救吗？许家印会不会交印？”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肯定的，第二个问题是否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应该是都是肯定的，所以何先生这个标题很有指向性，就是恒大可救，许家印必须交印啊。怎么说呢？就是说具体来讲呢，就是说恒大这个事情呢，首先我们看这个中国这个房地产的模式啊，基本上就是香港那个炒楼花那一套，就是预售，就是这个房地产公司向银行借钱，从政府、地方政府手里买地，完了以后呢，预售啊，这个就是卖图纸啊，售楼，售楼收下钱之后呢，这个。开发，那开发实际上呢，很多供应商也都是，像众筹一样啊，就是垫资干，完了以后他把钱收上来，再去买更多的地，就借更多的债，开更多的盘。那么在这么一种模式之下呢，恒大是迅速崛起，它是搭上了16年这个棚户改造的这个春风吧，就是当时的国务院。这个提出来一个旧棚户区改造的这么一个事儿，那就是把一些这个低洼地居住条件不好的这个地区城区给它拆迁改造完了，那么恒大是全国到处拿地啊，一下子冲到了全国第一啊第一的一个企业。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万科跟那个2018年之前一样，也是保守啊，也是保守。但是这一次这个，恒大是冲在前头。那么当时的这个恒大呢，是高杠杆操作，当年就成为第一大房企啊。所以到了2017年，是号称是恒大最辉煌的一年啊。他们这个，但是呢，之后呢，他每年的支出的利息每年要超过1000亿人民币，就是他是个高额负债的。那么现在我们看恒大的这个。光负债是19000亿啊，19000亿，但是它的资产是2万多亿。应该说，从账面上来看，如果说房地产市场不崩塌，那么恒大不属于资不抵债的状况，它属于周转不灵。那么这个周转不灵是怎么出现的呢？这个就跟现在这个银保监会啊，就是这个银监会兼并了保监会啊，就银保监会这个主席郭树清的一个看法。关系，他一直认为这个就是说，房地产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灰犀牛啊。他有一篇文章是这样说，他说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130多次金融危机，100次跟房地产有关。在2008年次贷危机，就是美国的房地产危机啊，美国的这个房地产抵押贷款超过当年 GDP 的32%。目前啊，中国的贷款呢，占了银行贷款的39%啊，这远超美国，而且呢，还有大量的债券，这个信托资金啊，进入房地产市场。他说，这个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最大的灰犀牛。所以从这个角度呢，这个郭树清啊，就是一直在从去年就一直在要让这个房地产业去杠杆。那么在去年的8月20号。住建部啊，住房建设部啊，住房城乡建设部，住建部和这个人民银行啊，这是金融管理部门啊，两个管理部门，一个是房地产管理部门，一个是金融管理部门，联合召开这个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会，提出来在这个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基础上，形成重点房地产监测融资管理规则。这个会上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政策宣讲啊，给这个。房地产业啊，提出来了三个红线，尤其是对这个重点房地产业，
一个呢，就是说剔除预收款后呢，你的资产负债率啊，这个大于70%的，就是说预收款不能算是这个，不能算你的资产啊，你的这个资产负债率如果说大于70%，你那个净资产收益，净负债率大于100%的，这个净资产负债率就是说你企业负债和你净资产的比例。如果说你大于了100，就是超过了1:1，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负债超过了你的净资产，它即使按清算给你算，如果现清算你是资不抵债的，那你就不可以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现清算啊，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的现金短期短债比小于1倍，小于一的。这个大概意思是说，你的货币现金啊和你年末的短期负债啊，你不能那个不能这个小于一啊，就是要保证足够的现金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稳健政策，房地产这个业的这个房地产企业的一个稳健财务政策。那么这个政策呢，是直接的，就是管理到了这个具体的房地产业和这个银行部门。那么，按照这个情况呢，房地产业分了四档，叫红、橙、黄、绿四档。那么，如果说你这个碰了三条黄线，你全部三条红线你全部碰了，那你就是红色档。红色档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再借债了。它划叫政策划叫有息负债不得增加，谁给你无息负债啊？对不对？就说你就不能借钱了。那么触碰了两条红线的，你的这个负债规模年增长不得超过5%。就是说这5%可能连你的利息补你的利息都不够啊。就说你借新债还利息，那么触碰了一条的，你年增长不得超过10%。啊，那么你触碰了一条，可能你可以借旧债还旧息啊，不是说还旧债务。那么，这个如果说你三条都达到，你这很良好，很良好，你的这个负债规模也不得超过15%啊，所以这是对房地产业整个一个刹车的一个政策。但是这三条红线呢，恒大是全部踩。所以恒大是被逼死的，这次是，就是你不能借债，你那个1年1000多亿的利息，你不能借新债来顶那个利息，不要说还旧债的本金了，你不能借新债来还那个利息就不可以。所以这个不能借新债，那么恒大就没办法借旧还新，而且呢，还少了一个这个进水口，什么进水口呢？就是说，政府现在又要出台政策，叫打击不合理需求，就让你这个进水口变窄，就是你收入减少，你也没法腾挪，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这个恒大虽然说没有到资不抵债，但是呢，突然就到了一个要债务链要爆雷的一个状态。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在的银行系统，如果说我们银行这个储户都去，一下都去提款的，所有银行估计好都得当天都得关门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这个这个恒大现在面对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他必须用做好各种手段来应对，就是说有可能让国企接盘，有可能让私企接盘，有可能是债转股之类的，就是要度过这个财务危机。那么，他也聘任了两家资本，两家机构作为这个财务顾问。那中间的一家叫华利安诺基，就是参与了雷曼兄弟破产案的，所以以破产的心理准备来处理这个恒大问题。当然，许家印应该说以后可能这个恒大就不姓许好的，谢谢这个徐广先生。现在请冯正明先生来讲一讲，因为你在美国的房地产情况很熟悉啊，你也知道2008年的美国的次贷危机啊，实际上
房地产有很大的关系。您觉得，次贷危机这种方式的风暴在中国会重新出现吗？我就完全不一样，这两个国家，美国当时是08年，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就借了上亿的按人民币算的钱在玩房地产，就他当时是美国是他是零首付，就是或者3%，不差收入，不差信用，所以那一年呢，就美国几乎所有的就不该买房子的或者不 qualified 的人都在买房子。就指望这个房价每年都是2位数的涨，涨了以后呢，可以用就是增值那一部分去做一个 home equity，然后来付它的必要的费用。而中国呢，现在房子，尤其第二套房子，就首付的款额相当大，所以从这个上面没有可比性。但什么地方有可比性呢？就美国的那个上次房地产危机，它实际上是前面是一个经济危机，一个金融危机，后面是个政治导致的。按照当时美国的情况呢，他是大概有3、400万人不该买房的，他买了房，买房之后呢，他就不能再付这个房子的那贷款了，因为房价从就开始降了。那时候，以前他可以用呢房子做抵押去借一个 home equity line 来付他该付的费用，后来 home equity line 呢开始限制，甚至就是停了，他就没办法。其实当时欠了银行的债，也就是几千亿美元的债，并没有太多。如果说，就政府就把这些房子呢，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按照程序来处理，比如说该拍卖就拍卖，就是该收回就收回，就银行做，这个也就是个小洞。为什么闹得那么大呢？美国5大投行在那一年全部都消失了，2家是彻底就是破产不债了，其他呢被收购，包括 Merrill Lynch 这些。主要是因为政府的一个应对适当，政府怎么做呢？他承担不起几百万人丢掉房子这个政治现实，于是政客们呢就出来搞了很多政策，比如说就要救市，你先是救房地产公司，最后就要救保险公司，因为房地产公司后面又是保险公司在保着，就一串下来，等你把这些都救了以后呢，底特律的3大汽车公司也出事儿了，对不对？那你还要救，救到最后就是一些不该救的人都出来叫政府要救了，就比如说当时就有一个规定，就你在美国买了房子。如果你6个月你还不起这个贷款，那银行呢，政府就迫使银行，因为他不想收你的房子，收了以后政治的代价很大，就迫使银行呢要跟那个贷款人达成某种新的协议，就说比如说你的房子是50万买的，现在只值30万了，但是你借的时候呢，你可能借了45万，甚至就是50万全部是借的，零首付，那你当然是你的很大的动机就是房子你不要了，对吧？于是呢就强迫银行给你重新签一个约，比如说多的那20万就不要了，你的新的欠银行的就是30万。还有呢，就是你6个月或者几个月你不付贷款呢，就银行就不能追你这个贷款。甚至就是美国很多律师就开始给贷款人打电话，就是我可以教你怎么不付那个 mortgage，不付按揭，就是你有这个权利，你有这个方式，等等吧。于是就变成了呢。这个洞就变得更大，一些本来是可以还起贷款的人，也开始赖账了。最初是几百万人，他确实还不起，后来就变成一些中产阶级。那个时候，如果你注意的话，就有很多广告，包括律师发的，公开的，就说我教你怎么可以不还银行贷款，就这种广告。你一个社区里面，比如两个房子，一个呢都是100万买的，一个是不还了。然后银行被迫呢，把你的贷款呢从100万，比如降到80万、70万，另外一个呢早九晚五继续再还。你说那另外一个他会不会去跟着第一个去学？我那时候买过大批的这样的房子，就是其实他是有钱的，他就是不还，然后跟银行达成一个什么协议，比如叫 short sale，就是说你卖掉房子，你卖掉多少就是多少，银行不能追中间差的那部分，一个100万的房子，70万、60万卖掉了。那中间差的那40万呢，银行必须给你免去。其实那些人他是还得起这个钱的，他就把钱藏起来，就这样就鼓励了一批呢，本来是不会破产的人，或者不该赖账的人也去赖账，这个洞就越补越大了，就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几十万亿的一个窟窿。就从08年到10年的时候，美国股市
掉了至少10万亿，美国的房地产掉的数量也差不多是那个数。其实最开始就是一个不到一万亿的这么一个窟窿，是被一些政治措施引起来的。最后美国甚至就通过了一个法律，就是你任何人只要拥有4个以上的房子 mortgage， 你不能买第5个，我不管你的信用多好。那我在这我曾经就试过，比如说我拿10个房子价值比如说500万，完全是付清的，我说我到银行去借钱，我想做一些其他的事，比如说10年的时候呢 房地产非常低，那个时候买进会很有好处，哎，我就拿10个已经付清的房子，我说我跟银行抵押，我不要说借80%，我就借1%，用500万的资产 free and clean， 我说你给我5万块钱，银行是 no， 因为当时政策就是说4个以上的 mortgage 不可能有第5个，他不管你的信用如何，也不管你的那个资金怎么样，这就是美国当时的情况，这跟中国是完全不是一个故事。那许家印这个故事呢，在我的理解，就恒大集团他是撞到枪口上面了，就他现在总债务呢是3000亿美金，差不多将近20000亿人民币吧，就是3.618，就是相当于中国的那个 GDP 的2%。那么这么大一个债务，又刚好碰到国内现在是要给银行定出了规矩，就银行定出了给房地产公司和这些所谓高债务的一些公司吧，它要降杠杆，就刚刚那个细节呢，郑旭光也讲了，他就撞在这个枪口上了。前两年呢，老大一上来呢就说了那个话，说房子是用来住的，对吧？不是用来炒的。那恒大呢不信邪，就继续炒，就顶风作案，借的钱越来越多。那现在碰到这个情况呢，他要还钱，要给还银行的贷款，要把那个比例降下来，那他必须就要房价就要降，他要出清房子，要 liquidate。 而这边呢，老百姓又堵着他，就房价是不能降的，我已经定了这个房了，期房又不让他降，加上呢他又发行了一些就是一些融资的一些产品吧，按说这些产品呢从法律上它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它的规定就是你必须你要买的话要300万一个单位，那300万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穷人了，至少你可以用来投资的钱是有300万的，跟那个 P2P 就不一样了。 P2P 你看那些人都是一些很穷的人去讨债的，就是小钱人，这能随手拿出300万买理财产品的人不应该是太穷。所以这边呢就堵着要钱，那边的政府呢也向他要钱，就而卖房子那边呢又不让他卖，就是你要降价的话就不行，他恐怕就碰到这个上面了。是不是死我不知道，有可能，因为他大到的那个地步啊，政府有可能出手。这就像2009年在美国的五大投行连续垮了几个以后呢，后来政府实际上是出手了，如果没记错的话是那年的3月10号，当 Citibank 的股票从几十块钱60-70块钱降到1块钱的时候，当 Bank of America 的股票呢降到2块钱的时候，那天政府出手买进了相当分量的就是比例的 Citibank 的股票，就从在1块钱的时候，就是从那天起呢基本上可以说是见底了。反正有两种情况，一等情况是早一段时间大家说啊，大的不能死啊，还一等说话是大了必须死啊，哪一等情况在中国发生都可能，就是大了必须死那种说法呢，叫做一鲸落万物生，就一个大鲸鱼100吨的死了，那可以养活很多很多小鱼，这叫一鲸死，对，万物生。好的，谢谢啊，谢谢生命先生啊。那我请教一下啊，这个彭涛博士啊，我知道您是研究政治学博士的，但是我不知道你熟不熟悉啊，这个啊德国的房地产的管理方式，房地产的市场，因为听说中国现在学习德国吧，房地产的管理方式也是其中之一，您了解吗？我对德国房地产这个政策不是很了解，因为这个属于一般那个什么学那个什么学财经的人，或者学那个什么投资方面的人，那个他们的信息。但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些常识，就是在德国，如果你贷款的话，买房子的话，你必须要有信用，就是说你有抵押，你有要么有长期的收入，
有稳定的收入，你能够保证你这个那个在分期付款的话，能够保证陆续的分期付款下去。就是说这个基本的这个就是说信用贷款的信用，它是说就是是德国现在那个贷款利率高吗？现在我没贷过，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到底利率多高，我不清楚。哦、但是这个德国的房地产长期的价钱是稳定的，是吧？几十年或者十几年没有变化，是真的吗？对，基本上它是没有大的变化，不是说没有起伏，当然也有起伏啊，就是说。房价也是一会儿也有高的时候，有低的时候，还要看什么地方。比如说你在法兰克福那边就贵，呀，你在大城市就贵，你这个边缘地区就便宜，跟美国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城市也不一样，呀，同样是大城市，它房价不一样。这个但是贷款的这个规则基本上是这个时候是一致的，不会像美国或者中国这个不断的用贷款的还债，还了债以后又贷款去那个又去投资。投资以后又贷款去还债，这样的话就这种所谓的次贷危机出现。德国以前那个2008年也受一个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因为它卷入这个德国银行，很多银行啊，特别是德国银行都卷入这个美国这个房地产这个就是这个泡沫里面去了。但是现在通过这个2008年危机，世界经济危机以后，欧洲人汲取了教训，在贷款问题上、投资这个问题上非常谨慎，非常谨慎。所以说，基本上要出现中国这种状态，那可能性不大了。嗯，好的。那您对许家印的命运有什么样的评价？你觉得许家印、焦王印啊，就安全了，还是除了职以后要进另外一个职？除了董事职，进入公安职有没有可能性呢？是，许家印，他关键是他是不是按照中国的法律，他是不是犯了法？这是就说是不是触犯了刑律？如果他没有触犯刑律，他是不会进监狱的，但是就是如果说这个，当然要看情况呀，这谁来定这个定性他的这个行为的这个是否犯罪，还是是否犯多少的，或者是犯错，或者只是政策上的这个失误，这个是要必须有那个说北京那些说相关权利人士他们的决定的，而不是。Okay.那我请教一下这个世广，你认为许家印除了董事职会不会进公安局？我觉得就彭涛讲的还应该是这个路子吧。如果说他没有形式上的事儿啊，另外一个你这个不听招呼，这个激进，这个当然这个也不是罪呀、啊。这个进公安局有什么必要吗？没听说过许家印搅到了这个政局里头，搅到什么红色赌盘里头。如果搅到红色赌盘里头的话，这个就不知道什么状况。我觉得他那个许家印，他这个很大的那个危机，实际上跟这个中国那个就是说经济发展那个大气候有关系，和政策的那个转向。从2008年危机以后，这个靠恒大的，靠基建，针对恒大来的。靠基建这个那个什么这拉提升那个经济增长的这个战略已经改变了，就等习近平上来以后就把它改成了所谓的以所谓市场的那个市场那个什么需求为调节这个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过这个外贸和这个基建那个两条路仅仅的这两条腿来拉动经济，而不也不追求纯粹的经济增长。这是这个大环境导致的一些政策变化，比如说对房地产和这个债务市场的那个很多限制，不准你这个随便炒房，或者不能就说你这个不能无就是说这个房价无限提高，不能随便炒，政府很多限制出现以后，你当然你贷不了款了嘛，国家不允许你这个随便的炒房地产。那这个盛平先生，你认为许家印会不会入局啊？我觉得大概率不会，因为他这么大的公司，他干这些事儿呢，他还是按照一些规矩来的，他只是在大的环境上来撞上去了。就是我记得两个月以前我们做另外一个节目的时候，一个多月以前，就是讲到中国中概股大跌，但是教育股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一个嘛，就说如果从做股票的角度的话呢，三个东西是不能碰的，甚至去做空一定会赚钱。我当时是教育股，我们当时就讲了还有两个嘛，一个是医疗，一个是房地产。那时候许家印还没出事，其实我有几个朋友呢，其实在香港，就这两天跟我说赚钱赚大发了，就他们实际上就做空了，哎，又是90%以下的掉，
但你说他形式上他要做什么错，我觉得不会。要真是形式上有错的话，那政府是最高兴的，抓了他以后所有的负面的反应都可以一推256，就是他形式上犯了罪，全是他的责任。现在实际上这个责任是很不分明的，他那边呢最多犯了个贪婪罪，做得太大了，杠杆太大。而政府那边的，你老百姓房子掉了，股票掉了，就是骂起来的话谁都会骂。其实可能政府还希望他有一些这些真的违规犯法的东西，全是他的责任了，就是。好的，谢谢各位啊！中国研究院的这一期讨论恒大公司的这个节目就到这个地方啊，谢谢大家收看，请别忘记了给中国研究院的节目点赞啊，请订阅明镜电视，谢谢。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YouTube 频道名明镜火拍，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网站 www.minjingnews.com， 推特 @minjingnews， 脸书 facebook.com。